这是良言，点亮于公元1506年的窑火，史称南风古灶。500年以来，南风古灶窑火不绝，生产未断。它淬炼过无数让世界惊艳的石湾瓦，见证过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最后繁华，传承着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。公元1997年，一支民族陶瓷企业的雄鹰宏宇陶瓷诞生在陶都广东佛山，它传承着南风古灶的千年匠心，靠品质赢得市场，凭真诚换取信任，用创新实现跨越，将中国陶瓷重新带回世界之巅。创立于1997年的宏宇陶瓷是中国建陶行业领军者，也是大国品牌代言人。他用20年高速成长，是坐拥两大生产基地、四大工厂、自建超大规模产品加工厂的行业标杆。他用20年扩容版图，是依靠传世珍品赢取亿万消费者赞赏的大国品牌。他用文创产业传承南风古灶非遗文化，斥巨资兴建石湾古镇文创园，筹建中国陶瓷博物馆，修缮丰宁寺、莲峰书院，是敢为人先的责任担当。用至真至纯的匠人之心打磨传世珍品，这是宏宇对消费者郑重的承诺，也是宏宇对南风古灶地道的传承。专业探矿团队的每一次出发，都是为了探寻更优质的矿产资源，确保宏宇陶瓷拥有顶级的原料。省级研发团队的每一轮雕琢，都是为了将千年陶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完美融合。从源头到成品出仓，300多道工序，500多条质量控制标准的严苛保障，确保输送到市场的每一片瓷砖都成为传世珍品，绽放出璀璨的光芒，用品质代言中国制造。南风古灶，岁月不老，炉火不熄。他把求新求变、追求卓越的大国工匠精神融入进了宏宇的机体，也见证着宏宇成就出的一个又一个精彩传奇。2011年，宏宇研发出全球首创的光雕幻影技术，欧洲同行4度登门求艺，近代陶瓷行业中国单方面学习西方的历史就此颠覆。2015年，宏宇研发出高温稳定发色的大红墨水，一举解决了陶瓷在10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制中大红颜色发色不稳定的世界难题，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认证。中国红就此温暖全世界。2015年，宏宇研发出用石头粉料做天然石峡谷熔岩系列产品，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，一度引领行业抛光砖品类升级换代。2016年，宏宇推出会透光的瓷砖真实系列，
让中国建陶行业再度换代升级。20年里，宏宇陶瓷凝聚创新的力量，成为全国研发实力强大、产品线宽广的建陶航母品牌。荣耀大板系列，用超凡实力成就顶级陶瓷新材料；荣耀大理石瓷砖系列和荣耀现代仿古砖系列，集宏宇20年科技、艺术品质之大成，真挚视觉定义高端瓷砖新标准。荣耀珍藏大理石瓷砖，世界名石，国际品质，全球共享。真实瓷抛砖系列，精光内蕴，灵气动人，用不凡气质匹配精英生活。新时韵釉面砖系列，集合石材的天然细腻与美玉的通透质感，打造尊贵思想空间，引领现代人居风范。广场砖系列占据全国近30%的市场份额，用绚丽色彩装点美丽中国。在遍布全国的门店中，在一个个与国际接轨的简奢风格展厅里，消费者与宏宇的每一次相遇都成了最美的遇见。20年品牌磨砺，20年雄鹰高翔，宏宇陶瓷登高临远，璀璨绽放。宏宇品牌战略发布会上，崔健助阵，用摇滚之王的高亢唱响企业梦想，强势登陆中央电视台、中国之声、高铁站和10大国际机场，借势品牌推广的巨大动能，发力终端市场。宏宇品牌传播的声音如此响亮，成立产品决策委员会，集众人之力，明确产品定位和未来新品方向，实现宏宇陶瓷从集中爆破到纵深推进的品牌升级风向。宏宇脚步雄健，版图无疆，匠心制造，志存高远，宏宇荣耀光芒璀璨。